胡辣大杂烩，这是二斤的，我刚打开吃了几口，倒上来点，二斤的比较多，二斤里面有五样，然后一斤的里面有七样，就到这些吧。这里边还有大棒罐，这里边二斤的牛皮有比较多。大桶子里面没有鸭掌和鸭耳板肠，这都一样。这大牛皮太爽了，这较劲儿。这是我的小零食。上去，这个辣度一般人都能接受了，碗味我有点接受不了，太辣了。鸡爪、鸡胗、牛皮、三角骨、鸡脚筋。老好吃了，小的是一斤暖。